一个跨性别者，他想要变更他证件上的性别，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一个跨性别者，他身在台湾这个环境，他要面对家人社会的不理解，还有法规上的不友善。我刚出柜的时候，我其实面对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就是我其实刚出社会工作，我刚离开学校，但在那个同时，我又想要做我自己能够认同的那个样子。我在从一个很男生，甚至是平头的那个状态，要留成像现在这种长头发。 他会有一个非常阿杂的那个过渡时期。其实我超懂的。对，那个过渡时期，你知道，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整理，你再怎么弄，他就是，人家讲难听一点，看起来，人家就会说你不男不女。我当时这个状态，我几乎是找不到任何工作，即便我找到工作，也是常待不到2个月，就会被。 主管叫过去说：“哎，你头发要不要剪一下？”可是你这样子不男不女的，你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怎么样怎么样？有整整2年的时间是非常低迷的，就是我跟家里面闹翻，我跟家里出柜，家里的人长辈们不接受我，然后我只好自己搬出来住。但是自己搬出来住又找不到工作，我就只能到处去。
打零工啊。其实他一路走来，他的这个因为跨性别的身份，在工作的领域常常碰壁。那他现在是一个彩虹女司机，做计程车跟包车旅游。他也一直在他的这个工作的场域做性别友善的推广。他会在他的车上做一些彩虹的小物装饰，或者是跨性别旗帜小物，甚至他的每一个载客的过程都不放弃跟他的乘客对话。我们是去年才成立，由一群医师平常会接触到跨性别朋友的医师所组成的台湾跨性别医学学会。在台湾跨性别如果要换证的话，那主要还是需要医疗的协助不管是诊断或者是后续的一些就是相关的协助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医师他们被分散在全台湾各地，那跨性别者他们要求助其实都要跑非常多的地方，而且很多医师其实不太了解要怎么去帮助跨性别的朋友们。所以因此呢一直没有一个专门的医学层级的这个医疗协会，那来出来就是协助这个跨性别这个医疗圈的专业。那其实像美国或欧洲已经都有这样专属的跨性别学会，所以呢我们跟几个医师就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目前已经是社团法人了。那未来就是会在这个就是跨性别医疗这一块，在不管是求医的困境，或是说在诊断码这一块，就是有关现在有一些错称，或是在医院的上面，国际已经有一些趋势的去病化。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努力。那包含还有现在跨性别朋友可能在用药或者是长期处方签，未来的长照这类的问题。那我觉得政府如果需要做修动的修改法规的话，会需要一个专家的备询团体，所以因此我们成立了这个跨性别医学学会。那希望就是未来跟大家可以一起，就是让我们多了解跨性别者就是目前在医疗上的需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很抗拒自己是跨性别的身份哦，因为我不想要跟大家不一样，所以我其实对于跨性别身份一直是很害怕跟很抗拒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一直到我21岁的时候才开始做台湾的性别转换的治疗哦。我做了精神科的评估，然后做了荷尔蒙的治疗。后来我去高雄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当时很穷哦，我要付房租，我要付学费，我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我根本就存不到钱动手术。我后来借了一笔信贷哈，才去做成功去做了我的上半身的乳腺摘除。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钱还完哈。后来我在去年的1月6号，我做了性别重置手术。我觉得台湾的医疗人员的确有渐渐的变得很友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医疗人员其实不知道怎么照顾我们这群跨性别者。所以我在手术过后，我经历了很大的创伤吼，因为我的照护方式完全是不对的。所以我后来术后半个月，我回到高雄之后，我的伤口又裂开了，然后我在家里的浴室差点就死掉了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今天站在台上很想跟大家讲的是，跨性别医疗的权益非常重要，因为台湾目前规定我们更换法定性别需要经过精神科评估、荷尔蒙治疗跟性别重置手术。但我必须说，这三个关卡在台湾目前跨性别医疗的权益完全都是不合格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哦。最近呢，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免诉换证的议题，我在家里看到那个留言，他就说啊，你们这群跨性别，你们要去动手换性别，你们就去手术就好了啊，连手术的代价都不愿意承担，换什么性别？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他们口中说的那个乖乖去做手术的跨性别者。我从21岁开始，我都没有停下脚步，我努力的存钱，花费了我的健康、我的时间跟我的金钱。我一直到今年我已经30岁了，我才终于做完所有的手术，更换了我的身份证。我觉得这快10年的时间谈何容易哈，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的。
我觉得社会要进步，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对话。我自己本身是热线的工作人员，热线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去外面分享生命故事。在台上这么多的义工，我相信很多是从高雄来的，然后也有台北的义工，我们都有去做生命故事分享的经验。我记得我去年手术完做的第一个生命故事分享，就是在高雄的鸟松区的农会。农会呢，都是65岁以上的退休长辈阿公阿嬷，他们根本就非常讨厌热线，甚至我要去演讲，他们都反对我们过去。但是我就是硬着头皮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后来得到的回馈是非常好的，很多的阿公阿嬷在我演讲结束的时候，我认真的说了我小时候害怕的心情跟我手术的痛苦，他们其实是愿意理解的。有一个阿嬷，她跑过来台上握着我的手说，她已经活到80岁了，她白发苍苍，她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然后谢谢你今天来，还好我今天有出门。 她说她以后一定会支持我们。所以我必须要说，我觉得现在的网络的氛围的确非常的可怕，然后非常的对立，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因为热线会一直努力。然后在座，如果我在这边想要强调的是，生命故事跟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不是跨性别也没有关系，热线呢在去年拍了一个纪录片，跨男维恩跟跨女海绵的纪录片，都放在 YouTube 的热线官方平台上面，大家真的都可以运用。甚至呢，热线还出了一本书，在今年年底会上，叫跨性别的多元宇宙，里面有集合了热线很多跨性别的生命故事。各位就算不是跨性别，也拜托大家一起去分享。好，我知道，一起去分享这个，并且现场也有很多是跨性别者，我要想跟大家说，大家不要灰心，只要你们活着就是最好的倡议。并且现场应该有非常多的性别，热线也想要在这边谢谢大家，每个团体都有每个团体的性别倡议的方式，热线很感谢有你们这些盟友。然后我在这边也要作为一个跨性别，也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愿意来跨性别游行。然后最后我也要感谢台上的义工，我觉得去年一整年，我其实是我手术之后非常低潮的时候，但是我因为有热线工作人员的陪伴，还有台上的义工，让我们热线的跨性别服务都没有中断。然后在这边再次感谢大家，然后性别运动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汤姆的分享。I like to thank those who may not accept us and may approach of our existence. 我要感谢那些可能不接受我们，可能反对跨性别存在的人，请知道跨性别在昨天、过去、今天和未来都存在在这里。跨性别者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被抹去，我们会团结起来，我们会变得更坚强，因为其实我们学会了对仇恨者、对反对者保持着坚韧不拔的态度。 Mabuhay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long live to all transgenders around the world. 我带着来自菲律宾的祝福和敬意，祝全世界的跨性别者万岁。 Raise our flag with glory and honor andLet's continue to stay, or let's continue to be proud and be who you are. 让我们光荣自豪地举起我们的旗帜，继续骄傲地站出来，骄傲地做自己。Thank you, everyone.